这个应该。哇，对面。等一下，啥子？康宁口要。我这是不是。好，在健康码出示一下。健康码。免费开放。要预约的啊。啊。哎，大伯预约去啊。要实名制的。
三年。配合这个那个就有啊。哦，是不至于的。嗯。别跟他阿妈的。没，你跟那。你到这里那就比较靠谱。是没没，只要没，工业区没，不配合没。那你比较老吧。没。饭本来没有，刚才你上课的时候。
要骗我进去。大家好，我是乌瓦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也欢迎您订阅、点赞、分享我的频道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虚拟之行。